因为我们在西半部啦，没有这种在水里面吃饭的经验，就觉得很特别。然后脚底下还有鱼在游，然后小朋友看了也喜欢。然后夏天在水，脚泡在水里面也很清凉。然后你就是可以尽量折长一点没有关系，然后之后再来做修剪。没有啊，因为如果太短的话，你会等一下会不好操作。这流水席，因为我爸爸就是新绿的老板，他其实就会跟朋友约约，然后在河里面就是喝啤酒。然后他一直都有这样的 idea， 但是没有人去帮他实现。然后我在去年回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创新的想法，所以我就以我的风格把它做成有点像网美的下午茶，漂漂亮亮，可以让大家在河里面享用这样子。这条福登溪的溪水，因为它是地下涌泉水，所以它其实常年保持在18到22度，所以冬天如果我们寒流来啊，10度以下的话，下溪水其实会是温温的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冬暖夏凉这样子。我们这个福登流水席的活动啊，因为不想要破坏河流里面的生态，所以我们其实不会超一次的客人不会超一天不会超过15个人在河里面用餐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环保的，不会有垃圾，卫生纸的话都会请客人留在桌上，不会影响到河里面的生态。有好几组客人，你以为是为了你一样，是不是一样？